佛教智慧故事，燃灯古佛。请随我来。啊！我听说您明达经纶教法，喜好布施，户外踏众如护己身，我敬仰您的威德才学，所以想拜您为师，跟随您修持梵行。哦，你小小年纪就能有如此悟性，实属难得，为师且收下你。当时有一位佛出世，号剃如来，具足功德，范志欣喜地做了皈依，并准备请佛及僧众留自家七日，以礼供养。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，我们真有福德。是啊，想起就要见到佛陀，真是兴奋得难以平静啊。你在想什么呢？啊，我很想供养佛陀。你供养佛陀？嗯。你一无所有，拿什么供养佛呢？啊。啊。师父，弟子也想供养佛陀。哦，好呀，你想如何供养呢？可否准许弟子下山化缘灯油灯芯，点灯供养佛陀？为师答应你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但是这七日七夜佛灯不能灭掉，灯油灯芯一定要充足。师父放心吧。你不是那个？对，婆婆，我就是那个讨饭的小乞丐。你为什么要来化缘供养佛陀呢？正因我前世没有积累资粮，以致今生贫穷卑贱，现在遇到如此殊胜因缘，一定要种下福德，所以愿以此点动功德，遣出一切众生的无明黑暗。好，你等一下。就这么多了。谢谢婆婆，愿您永远喜悦吉祥。从此就这样连续几日往返于山上山下，顾不得疲累，终于在佛及僧众到来前化得七天七夜的灯油。怎么现在才回来？马上就要迎接佛及僧众了。这个交给我吧，你看你浑身脏兮兮的，快去洗浴干净。剃如来加持童子，令其火光彻夜长明。
而他的头却不受损伤。而童子一心专注于佛法之意，心无杂念，如是安住七日，无有一点懈怠疲倦的念头。于是佛为童子授记：过无数劫，汝当成佛，浩然灯，脖颈肩膀皆有光明，将教导拯救众生，获得解脱，功德无量。佛陀可否为弟子受记？待童子成佛之时，他会为你受记成佛。这位梵志就是释迦牟尼佛，过去久远，二阿僧其九十一劫，太子阿离密罗出生时，身边一切光明如灯，故起名燃灯。后来国王登圣临命终时，将国政嘱托给太子，太子深知世间无常，将王位转授其弟，自己出家修行，日日燃灯供养佛。当时有佛名宝寂如来，见阿离密罗颇具佛性，乃为其受记，预计其将来成佛，名定光如来，亦称燃灯佛。点灯功德，获得八种无量资粮。一，得无量正念资粮；二，得无量大智资粮；三，得无量信心资粮；四，得无量精进资粮；五，得无量大慧资粮；六，得无量三昧资粮；七，得无量辩才资粮；八，得无量福德资粮。